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来到了潮州车站，然后有见到我们副座。那这一次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潮州车站吧。那潮州车站呢，有总共有三个古道。那我们现在在第一古道跟第二古道这边。那在一 A 跟一 B， 那旁边的话是二 A 跟二 B， 就是第三、第四古道。然后在旁边有一个类似应该是古物列车吧，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古物哎、欸，我也不太确定。那那边主要是第三月台是五六古道，总共有六个古道。那我们现在远方有橘光号的一头列车在前面那一边，遥远的地方。那潮州车站长度蛮长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多多来找副座。好，那影片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，也记得去订阅协安台铁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大家，拜拜。